伙伴们，大家午安，大家好哈！今年是大年啊，今天是大年初四哈。那小弟来到这个花东沿岸的一家美食餐厅哈。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周遭的 view 哈，啊，相当漂亮哈。那给大家猜一猜，我们今天午餐的餐厅会是哪一家呢？哈，刚刚我们有看到这个我们有看到刚刚这个我身后的这个叫海岸线嘛哈，我转回来的这一家餐厅哈，也就是我们午餐要用的哈。那现在有一点点被这个游览车遮到了哈，我把镜头转回去向他那一边，我要进到他们餐厅了哈。好 ，OK， 好，来，车子很多，赶快跑，赶快跑，赶快跑，啊，好，好，那这一家是据说是花东里面花东区这个海岸线数一啦不数二的一个山海宴餐厅哈，这个王老板的店哈，那我们待会要进去用餐哈，我们剩下因为进餐厅之后我要把口罩戴起来哈，不好意思，那我们等一下用拍照的部分来跟大家说明讲解哈，谢谢。